峨峨闾山，雄镇北土，肃肃神庙，奠安民物。坐落于辽宁省锦州市的依乌闾山，从辽西平原的尽头突兀耸起，是中国传统国家月镇海渎祭祀体系中五大镇山之一的北镇。山的东麓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千年古庙，是历代帝王祭祀依乌闾山之神的场所，这就是北镇庙。北镇庙占地面积约50000平方米，是五大镇山神庙中唯一幸存并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镇山指镇安一方的重大名山，周礼大司乐有四镇五岳之说，但并未列出具体的山名。周礼直方士将幽州依乌闾山列为九州九山镇之一，但此处山镇仅泛指大山，九州中每州列举一座最重要的山。汉代郑玄著《九州九山镇》，将九山镇分为五岳和四镇，但它实际上只是根据大司乐来划分直方士中的九山镇，并没有真正的文献根据。周礼的成书年代，学界一般认为在战国至汉代初期，四镇之说及其构成可能主要是汉代儒士的构想。汉宣帝神爵元年确立五岳四渎祭祀为国家山川祭祀的常理，其后至魏晋南北朝时代举行岳渎祭祀典礼时，往往会加上或多或少的镇山，其中常可见到有关依乌闾山从祀的记录。隋文帝开皇14年正式为镇山建祠立祀，立东镇宜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依乌闾山、冀州镇霍山，但霍山未称中镇。唐代沿承隋代，继续祭祀东西南北四镇，并明确地将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合称，形成一个祭祀体系。宋太祖乾德6年添加中镇霍山，形成五镇祭祀，但不久就停止，至宋太宗太平兴国6年恢复，最终确立了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国家山川祭祀体系，其后为元明清沿袭为常理。历代朝廷在交祀天地时，以北镇配祭地旗，并于每年依时派遣朝官或地方官前往北镇庙致祭，国家有大事时也特命使臣前来祭告。唐玄宗天宝10年封依乌闾山为广宁公，宋徽宗政和3年加封为广宁王，元成宗大德2年加封依乌闾山为真德广宁王，明太祖洪武3年将岳镇海渎的封号一律去除，重定北镇神号为北镇依乌闾山之神。依乌闾山雄踞东北，为多民族居住之地，自辽代以来，北镇的地位日益重生。辽代以此山为龙兴之地、七神之山，辽帝频繁巡幸，皇家陵墓也多见于此，皇室祭祖时一并祭祀北镇。清王朝肇兴东北，
尤其倚重义乌驴山。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皇帝共11次巡行圣经，皆路过和祭祀北镇，留下近百篇御制诗文。康熙皇帝甚至撰写《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一文，记述长白山、义乌驴山、泰山等皆为同一山脉，其目的为论证满汉一家东北与中原地脉相连，合为一体。自清光绪18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维修后，北镇庙经历了近百年的凋敝和毁坏。不过与五大镇山的其他庙宇相比，北镇庙幸运地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基本上存留，但两翼的附属建筑和清帝行宫等则不复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和地方文物管理部门对北镇庙进行了新一轮的修复，使这座古庙逐渐恢复全貌。现在就让我们依次观赏这座千年古庙。庙的中轴线上有七重殿阁，依照次序为山门、神马殿、玉香殿、大殿、更衣殿、内香殿、寝宫。山门前有一段漫长坡道，是新近修建的，此处视野开阔，可以俯瞰北镇市全貌。靠近山门处有一座清代石牌坊，牌坊前后各有一对石狮子，虽然遭到风化侵蚀，但依然栩栩如生。山门为绿琉璃瓦顶，红色墙壁，门额上楷书北镇庙三个大字。山门后方中庭寥落，有古木树柱，东西两侧为朝房遗址，仅存地基。距离山门约25米处为神马殿，辽西走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神马殿的特殊设置体现了北镇的军事战略意义。殿内原有神马和马童塑像，现已恢复。神马殿外东侧为钟楼，西侧为鼓楼，如今正在修复中。出了神马殿，即可看见四座正在新建的碑亭。亭中保存有康熙年间的万寿碑和北镇庙碑，以及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两通御制碑。神马殿后的院落留存有历代碑刻近20通，多为皇帝御制碑、文人游山诗文碑。院落高台上有玉香殿，又称乾殿，为贮藏官方祭祀用香的场所。从玉香殿向北为大殿，是举办祭山仪式的场所，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9年。大殿形制为歇山式大木架结构，绿琉璃瓦顶。殿内供奉义乌驴山之神，左右后壁有明代开国32功臣彩绘图像。大殿后方为更衣殿，是历代帝王或使臣祭祀山神时更换服装的场所。更衣殿后方为内香殿，是存放地方官员的祭品和香火之处。最后的建筑为寝宫，供奉山神和山神娘娘神像，原有神像已毁，现在所见为新立的塑像。玉香殿和大殿东西两侧各有一条甬道，是为碑廊，保存历代石碑10余通。中轴线东西两翼已毁坏消失的建筑，目前正在修建恢复中。其中山门后方东翼原有万寿寺，
现在仅存地基，遗址前有数通明清石碑。万寿寺东侧为观音堂，已经修复。山门后方西翼原为护法殿和狐仙堂。文献记载，钟楼鼓楼北侧有土地祠、城隍祠和贞观祠，也都不存。北镇庙存有元、明、清历代各类碑刻，共计56通。这些是研究北镇祭祀文化史的珍贵资料，近来还从其他地方移入碑碣10数通。除了国家祭祀之外，北镇庙还与道教、佛教及民间信仰关系密切。元、明清时，北镇庙住持为道士，清代曾有僧人住持，并有禅堂、万寿寺隶属北镇庙。民间百姓也到庙中祭拜山神及各种神灵菩萨。如今的北镇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地方政府派出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北镇庙，这座心想过无上荣光、见证过金戈铁马、经历过风雨兴衰的千年古庙，仍然以其宗教文化、历史的丰富内蕴而继续焕发光彩。考察过程中，考察团成员蔡史文教授和白兆杰博士对北镇庙文物管理处专家韩东进行了采访。你们这边北镇庙建筑是哪一个朝代的？北镇庙它始建于隋朝，但是现在的建筑呢都是明清的建筑，就是包括中轴线上的山门、神马殿、更衣内向御向殿、大殿、更衣殿、内向殿、寝宫，一共有7层建筑。原来的北镇庙在这里吗？就是隋朝的时候就在这个地点吗？隋朝的时候北镇庙就在这个位置，但是当时很小，这现在的规模呢都是后期逐步扩建出来的。那这边碑文也不少，他们是都是原来在这里吗？那个现在在院里的前建正面和东西两侧的碑都是原来在北镇庙的，分别正面呢都是清代的，两侧呢是元代和明代的。北镇庙一共现在有56桶碑。56桶。那我刚才在后面看到啊，除了北镇庙自己的碑之外啊，在那个空地上还有很多别的碑，比如说关帝庙的碑、观音阁的碑，那些碑是统计在这56桶碑里面吗？那些碑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啊，就是北镇庙原有的碑就是56桶啊。那些碑呢，都是从北镇境内收集过来的。另外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代在北镇庙里面，咱们还有没有什么祭祀啊、信仰的活动啊？因为北镇庙呢是88年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是宗教活动场所，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庙里不能烧香了，不能烧香。但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呢，我们在每年正月15还是举办庙会的。庙会，对啊，就每年一次庙会。